团成员救国的 solo 曲 Seven 一发行就打破多项纪录，而今天也陆续有后备团做了 Seven 的舞蹈 challenge。然而一日，救国在粉丝交流平台分享 ENHYPEN 成员跳的 challenge 时，竟把自己的 TikTok 账号名称也公开了，只见上头写着伊安。在得知消息后，救国也马上把名称改为 JK， 并尴尬的发文表示，没想到分享 TikTok 别人账号也会被看到，没错就是我，不过我不会再用了，这只是用来看的，既然都知道了那就放着吧。之后怕被粉丝笑的他又再度发文写下，真是尴尬，下次见面的话不要笑我哦，也不要用伊安做梗哦，超可爱的反应让粉丝们看了爆笑不已。